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大家早。最近我接到我们的老同学们提议要办一个佛学院，这是一桩好事情。我记得我早年住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曾经办了一个短期的弘法人才培训班，这个班呢，一共办了六届，前面四届我参与了，第五届我就移民到澳洲去了，听说第六届以后就解散了，很可惜。今天在全世界迫切需要的是宗教教育，宗教教育最重要的是弘法人才，所以我们无论是在家出家有能力的，欢迎法信要出来讲经。讲经初学是很辛苦的一桩事情，我把我的经验告诉大家。我是在31岁到台中亲近李老师，那是居士身份，在台中住了1年3个月，就是15个月，跟李老师学经，学经教，进度是1个月学一部，所以15个月当中我学了13部经，这里面有金刚经，有普贤行愿品，有阿弥陀经，我们的进度好像是1个月就学一部，进度很快，法喜充满，李老师的要求，你学的这个经要上台讲，他在底下听，那时候没有扩音器，教室没这么大，大概只有这个教室的1/4，你就下来了，同学有20几个人，没有我们这么多，学讲经的同学要上台去讲，老师听，老师坐在最后一排，要他听得见，他听不见的时候，你的音量不够，那就不够资格讲经，那么教学讲经的方法是他教，完全是复讲。这个佛讲在中国用了2000年了，佛教到中国来之后，培养法师通通是佛讲，老和尚讲经，学讲经的人都是座位排在第一排，都排在第一排，而且排在当中，老师能够看得到。那么讲完之后，第二天或者第三天，把同讲经的学讲经的同学召集起来，上台复讲，把老师所讲的这一段呢，跟老师一样讲出来，讲漏了的没关系，不能自己添加，自己添加是决定机会的，是在讲这个方式是阿难尊者集结经藏的时候模式留下来的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那么多经，没有写过
我没有写成文字啊，以后佛灭度之后怎么写成文字呢？阿难尊者身作，阿难的记忆力好，几乎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啊，像录音机一样，就由他来复讲，把佛所讲重复讲一遍，下面听众是500阿罗汉，都是佛的弟子，他们都曾经听过佛讲这个经，来给我们做证明，阿难讲的没错，佛是这么说的，这才记下来。500个人当中有一个人说阿难这一句好像不是这样的，这一句就不能写下来啊。所以集结经藏的时候非常严格，取信于后世，让我们对这个经典字字句句真的，虽然是阿难所说的，阿难说的跟佛说的一样，没有改变一个字啊，这样积极下来。那么从此之后，佛门里面培养法师也就用这方法佛讲啊，老师今天给你讲这部经，讲这堂课，明天学生上台照老师所讲的重复讲一遍啊，这叫佛讲。刚才说过了，漏掉的没有关系，不能自己加意思添进去，这个不可以啊。这样子养成习惯，将来你讲经就会很守规矩啊，守住这些原则啊，可以取信于大众，让大众们对佛法尊重，对经典相信啊，依教奉行啊，是这么来的。那么李老师在晚年办了一个内典研究班啊，这个研究班是收程度比较高一点啊，是8个学生要大学毕业啊，8个学生6个男众2个女众，请了6个老师啊，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啊，另外5个老师都是他的学生啊，我也是其中之一啊。我在这个研究班里面是教金刚经啊，我怎么教法呢？我上课第一堂课把讲经的一些方法啊，古人这个选拔人才这些方法概念跟大家讲清楚讲明白，教学金刚经我是教你学，不是我讲给你听啊，这个你才能学得会，我讲给你听的时候那就是佛讲啊，佛讲容易啊，不开智慧啊，佛法终极的目标是帮助开智慧，他的学习的概念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是方法。那么我就把课程安排好，告诉你到哪里去找参考资料。那个时候我们用姜维农居士金刚经讲义，同学们自己看，我指定啊，我们下一堂课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，大家预先去做准备。当时跟我学金刚经2个同学啊，那2个同学就好办了，上课的时候一个同学讲1个小时，这1个小时他讲50分钟，最后我10分钟讲评，我们是这样学出来的。那么金刚经我编了一个结要啊，姜维农居士的讲义内容非常丰富，
啊，我从里头揭露重要的，变成一部纲要。啊，纲要是我们的课本，原来的讲义是同学的参考资料，你用这两样东西去写讲稿，50分钟大概要多少字呢？要8000字，差不多要8000字。每一个星期上我这堂课要写8000字的讲稿。你的讲稿我不看，为什么？你上台讲的时候就是用讲稿，我在下面听，听完之后我给你做批评，啊，是这么样修过来的。那么现在我们真正开班学习容易多了，我们这么多年来将近58年了，前面20年没有留下把这个录音录下，后面这个50年呢差不多有都留下来，所以讲的经论大部小部非常丰富，同学在这个里面去选，你只能选一样，不能选两样，而且选不要选太长的，选短的，浅一点的，我们按部就班，循序渐进，啊，这样才能够把根扎好，啊，要想学习，你学八大人觉经，或者学阿难问师父解决经，啊，这得比较短的小经经，啊，读经，听完之后，用你自己的言语写成讲稿，不要用我的话，我的意思你听懂了，用你的言语说出来，啊，要这样子学法，啊，那么。到上课的时候我也做到最后，现在有扩音器了，以前没有啊，我在后面能听得清楚听得明白啊，你讲50分钟我讲10分钟啊，给你做讲评啊，你有困难有疑问的地方我给你们解释啊，解释要这样学法才能学会。这个方法是佛教独有的。佛教传到中国之后，它的教学理念、方法、经验，我们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这就是说，佛教文化跟中国传统文化打成一片啊，所以以后儒家、道家都是用这个方法教学。一天，今天一天只能学一门功课啊，而不是啊交叉排课。第一个小时啊是一个老师啊讲弥陀经，第二个小时又一个老师给你讲金刚经，不是，这个叫交叉的方法很困难。头一堂课还没有吸收，又换了题目，啊，所以这个是错误。我们只学一样，我这一天只学一样，一样是，我去一天就一周科目。你比如说，如果有4个人同学，上午2个小时，下午2个小时，学的东西完全相同，啊，这样加深印象。一步学完了。可以再学第二步，啊，第二步学完了再学第三步，看你的能力，啊，这个与记忆有关系，啊，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很强，一听他就能记住，啊，有这种能力，进度就很快，啊，很可能一个月就学一步去。啊，一年就能学12部经，啊，有这个能力。啊，那么这个样子，
等于说上台讲经是自己的心得报告，自己的修学分享啊，跟同学们一起分享。老师讲评完了之后会告诉同学们这一堂课的有没有问题，有问题提出来，老师给你们解答啊，所以老师只做这个工作啊，学的人比较辛苦，但是很有收入啊。我这两个学生里头有一个，也许你们都知道，中部普里学戒律的国清法师，他是学我金刚经的，就两个人当中的一个，告诉我学得很辛苦，我这一堂课一个小时，他用两天的时间做准备，但是非常有受用啊，真的有好处。那么我们把这方法传授给大家，那么是学习的时候，你们在家学习也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报告啊，上讲台来讲给我们大家听啊，分享，我们分享你的心得报告啊，再给你做奖品啊，是这种方法啊。你愿意住在极乐寺也行，你愿意住在家里也行，在家里干扰太多，没有这个样清净，你就可以住在这里啊，认真努力学习啊。课程全是用我的观点，这一和老师啊，我们不请老师，请老师见解不相同，说法不相同，会把我们搞迷惑了啊，这也是有问题的啊。所以我在台中十年，就一个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啊，他告诉我，除了他讲经之外，别人讲经在台中讲经不准去听啊，不是经过他同意的书你不能看。我们那个时候拜老师约法三章啊，一定要遵守啊，都是所看的东西，无论是世间书籍是佛经，都经过老师同意的啊，准许的才可以看，不准许的不能看，连佛经都不能看。这叫真正老师啊，他真指导你，他负责任的啊，所以把我们叫出来啊，那不听话就没办法，他就没法子教，一定要听话。所以学生是什么条件，老师听话真干，他就决定教你，我就占了这点便宜啊，老师听话真干啊，所以老师愿意单独教我。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小班，但是还是单独的，老师上课真正教了两个学生，跟他面对面一张桌子放出我们没有学习的这门功课的，做旁听，坐在四周围旁听，啊，是这样学出来的，啊，那么记忆理解力是非常重要，啊，能有这两种就很容易学会。我是当旁听生的，我们顺序是按先后跟老。拜老师先后顺序，那我是最后进去的，我排在最末尾啊，没有轮到我，我就离开台中出家去了啊，没有排到我，但是我在旁边，我的记忆力好，理解力好，我步步都学会了，每一步经我听了都会讲，所以我在出家之前一年五个月学十三步，出家之后就叫佛学院教书去了。凭什么？台中学的这十三部在佛学院
一个学期只讲一部，一年讲两部，三年毕业才讲六部，还有七部没派到用场。所以我对于佛学院就有疑问啊。佛光山开创的时候，星云法师办了一个东方佛教学院，请我做教务主任。那个时候他有140多个学生，我就告诉他，他请了6个老师啊，我就告诉他，那个教法很难，可能一个学生都出不来。我给你出主意，把台中那个李老师教学的方法，你要是拿来用，真出人才。那也就是学，我把学生分组，3个学生一组，一组专学一部经，啊，时间5年，5年专学一部，啊，学《金刚经》专攻《金刚经》，学《弥陀经》专攻《弥陀经》。5年之后，10年之后，佛光山可以出至少20到30个讲经的法师，他们的能力绝不在我之下，啊，有可能比我还要高。他不相信，不相信我就离开了，我就走了。啊，他是那样子，不像学校，我是像学校的出不了人才，不像学校的出人才。前年我们见面谈到这个事情，非常后悔呀！啊，那个时候没有接受我的建议。我们两个同年，他小我5个月。啊，我们的当时在一起44岁，88岁见面的时候，你看44年前的事情，啊，我们很难过。那个时候合作就好了，今天真的佛光普照全球，啊，机会失掉了。啊，我离开东方佛教学院，我就在台北文化大学，那个时候不叫它文化学院，我在文化学院哲学系教过。啊，那也是什么？练习讲经啊，每个星期有4堂课。我一个星期是去把我4堂课排在一天，啊，我一个礼拜是去学校去一天，上午2小时，下午2小时，我的课就上完了。啊，不是这样出不来呀，所以要懂得方法，古人的方法好，古人的教材好。决定不能改变，我们自己编教材编讲义跟古人差太远了，天天改都不是一个理想的东西。现成的经典，现成的著述，流传几千年都有效果，我们对它要有信心啊，对古人有信心。我相信古人，我不相信现代。那我自己所学学通通依据古人，现在在英国办汉学院，学校要求我们用什么教材？用老教材，中国老祖宗四库全书里面有，我用这个教材啊，不要高兴，用老方法，老方法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老方法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对学识的人，你去念，你学《金刚经》，你念《金刚经》，念上1000遍。啊，然后上课，上课是你讲给我听，我没讲给你听。啊，你年经带注解，啊，我是编的这个节要，就给这些人用的。啊。原本呢分量太大了，我把重要地方揭露出来，这个解本，希望你念1000遍，念了之后讲给我听，1000遍
小悟啊，其意自见。经里的意思自己就冒出来了，这种智慧开了。一千遍小悟，你就能讲，讲得不够深，不够广，不透彻，不要紧，你能讲，没讲错。啊，再叫你念第二个一千遍，第二个一千遍大悟，你在讲的时候，深度广度不一样了，比前面进步多了。再念一千遍，三千遍、四千遍，就大彻大悟。啊，这是帮助你说，一千遍是修定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是佛门用的老办法。用什么来修定？用读经修定。你是知识分子，喜欢读书，喜欢读书就用读书的方法去禅定。啊，喜欢打坐，你就用打坐的方法去禅定。喜欢这么修禅定是最主要的。用什么方法？无量的方法，所以八万四千法门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，方法太多了，但是通通是修定，只要得定。智慧就开了，智慧开了，一切经自然就通，叫无师自通。啊，释迦牟尼佛一生讲那么多经，谁教他？没人呢。他虽然参学十二年，经典里面所说的没有一句话是他听别人说的，都是自己悟出来，所以见性。智慧就完全现出来了。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你看开悟之后，无论什么经，你念给他听，他讲给你听，没有丝毫障碍，没有讲错。啊，然后我们回过头来再看，我们看《论语》，看《中庸》。看孟子，看道德经，啊，看这古圣先贤，马上就知道，那些人也是无师自通，也是开悟的，所讲的这些理，跟佛经上没两样，通通是无师自通的，就是用鉴定慧的方法，啊，所以读诵比什么都重要。学习经教的人，早晚课诵就是读遍书。我早课是什么？我早课念十遍，我晚课念十遍，长的念一遍，短的像《阿弥陀经》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就可以念十遍，啊，十遍初念的时候不行，初念的时候大概一天只念五遍，为什么不熟？啊，要念两个小时一遍，就花十个小时。但是，一年呢，念熟了，念一遍只要一个小时。第二年再念，一年的话只要半个小时。啊，到半个小时的时候，一遍念完的时候，你加遍数不能少时间，我还是念十个小时，二十遍。啊，一天二十遍。十天两百遍，啊，一千天，三年，肯定其意自见，啊，那是真的之见，你所悟出来的那个一之见，跟佛讲的之见是同一个之见。佛家教学的目标跟释法不一样啊！佛是教我们每个人成佛，回归自信，回归自信就成佛了。啊，一千遍是小悟，两千遍是大悟，三千遍是大大悟，四五千遍的时候就大彻大悟。
没有学过的经典，你一看就懂，一点障碍没有。要开智慧，啊，不是寄诵，寄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古人都是这么说，要开悟才行。开悟是你自己真智慧，能不能开悟？人人都能开悟。为什么现在变成这样？烦恼习气太重，满脑袋都是妄念、妄想、杂念，所以把我们的悟门堵塞。这一千遍叫你用念佛的方法，把烦恼念掉，啊，把杂念念掉，把分别念掉，把执着念掉，清净心现前了。你看《无量寿经》经体，清净、平等、觉，啊，清净是小悟，平等是大悟，平等是菩萨，后头那个觉是大彻大悟，那就是佛陀。所以经体上你看有佛、有菩萨、有阿罗汉，啊，这叫真正学佛，不是把经典变成世界法，啊，如果不是求开悟，就变成世界法。啊，世界法一般讲佛经哲学，啊，变成世俗的，能不能得利？得利也少，不多。如果开悟，那个利也就大了。我们走这个道路，啊，向这个道路迈进，我相信大家都会有成就。啊，大悟彻悟不敢说，小悟感觉，啊，小悟也就应付现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也就够了。啊，我给诸位讲，我就是小悟，小小悟，还能应付问题。啊，我还没有到大悟的资格，大悟是菩萨了。啊，小悟是小乘的，啊，小乘思果，小小悟是初果。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。啊，所以，那么诸位自己要真干。我每个月，我想我回到台南。住一个星期，啊，住一个星期就是说听你们讲经，啊，每天在这上课听你们讲经，那我自己讲经两个小时，我可以用三个小时听你们讲经，啊，那一个星期差不多你们每个人我都听到的，啊，每个人讲一个小时给我听。啊，我这样帮助大家，大家都能够提起来。我的话就说到此地，啊，谢谢大家。